过期的提亮闪粉不要扔，可以用它作为缩时玩哦。女孩叫懒猫，是个18线手工博主。女孩用闪粉和滴胶做了套初冬小摆件。她先把过期的闪粉放在调胶杯，又在里面挤了很多透明滴胶，接着用牙签把它们搅拌均匀，这个颜色非常梦幻。把调好的滴胶倒入模具，再用牙签帮它排出多余的气泡，还剩下一点滴胶来做个小盘子吧。把滴胶倒入模具，胶块后放入紫外线灯下固化，两个一起固化会比较节省时间。脱模了，这个小杯子真的特别漂亮，像珍珠一样闪着温柔。再来看看小盘子，好喜欢这种纤细飘飘的颜色，没想到过期的闪粉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小盘子。把它和上期的雪红果结合，将雪红果一分为二，就敢随意的往盆里一插。但是听说雪红果配上更美的花瓶，一种初冬的凉意瞬间扑面，你感受到了吗？依旧是自己的，记得当奶猫的三元。